面对极端气候下，一落雨就落到太麻麻呗。坐在爱去请好吧，开吹风池，俺的梦想远靠水田丰富很。去年土中村文化好飞，第四种用情量，韩家讲义言的太保师五聊沙起来合作，也可以用凤凰平用来做观念，来看那时代的苏南下发展经济模，对水友善的示范期。大部分的做会跟太水顿地位起来，莫比总会留到后吧。第八年二十三做太水的抗氧过后也有好模，就用系顿地位水风雷来防太水。中国嘅用钱量未高，佢采访次系农体的国家资源，韩国物价真系根本系做法咯。用一条苏南地图走来走去，使用嘅就开一条草地方，系后嘅十年，也系去年甘义燕太博士五廿三期同土将军文化合肥。中等结菜有请国片的朋友来看今年用凤凰平用的想法打造出来的在苏纳大厦的景致，对水友善的环境示范区，希望大鹏案内来确实做到经由分摊出水管制。像我们港底这一边，它的旁边是那个我们的平地造林，那么这个地方原来以前是我们的流水的水域，流水的区域这样子，所以说它是算是洪患平原区，那雨季来的时候，这个是应该是给水用的地方啦。这个地方它就叫，等于讲，新皮大排，新皮大排水系的这条港底大排。那这条港底大排，它直接到嘉义市，也就接嘉义市的垂杨路中央大排。实际的效益可以减缓了在末端去做再多再多的滞洪池。好，因为我们一直质疑，就你挖很多自洪池只是下猛药，但挖了以后牺牲了那么多土地，然后征收了浪费了那么多钱，农民从此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那个自洪池挖了以后，其他效应呢很少。八二三白太水过后，也得提六十四烟土、韩国六十三烟土、宝贝等各大农的地方，抢三公顷的示范期，又做到断水又防太水的效果么？下午差不多四点多开始下雨，那就是一直持续一直下都没有停。六十四河这一边它的那个水位是差不多我们一个车子的一个轮胎的高度这样子。早上九点多的时候，那这一边的水就已经退掉，就可以。车辆就可以通行了，这样子。六十三号这一边哈，因为它地势比较低啦，所以说它淹的水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说那它的水位是差不多到晚上深夜左右它才退掉。第二天，好，我们的饵就下去那边，去那边吃草，去那边游水了。好，那么那一天我们是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才把我们的氧放出来。事实就提下太爷阿祖讲，也把伊太水是按多年来入水率最高的。唔过，嘛是推水加的。中央是用断水来防造太水，五号区提前被排水的下节，劳工出车的后背，一日一日太阳一公顷安发，用工厂安沉，太阳做的断，是咪个标准的游泳池安倒的水的测风池，效果三千模相同，提一百八二三白太水，一十八个水一米一点六公尺安高，过为两年涨推。事实上，那边是。在一百年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皮塘，是后来把它填好了，盖劳工住宅。皮塘本来就是这整片水系当中最末端的滞洪池，你给填起来占它的地方，所以它这次它回来要了。这很低洼，我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水库嘛，你再怎么抽都抽不完。好，另外一个，你看一看整个。河体里面没有看到一个那个泄洪孔，单向的泄洪孔都没有嘛，所以当这个水位下降的时候，里面的水还是出不来。用钱用工吞的笔筒来吸雾，同河坝长土地过后，安过来一人工的采风池，根本就是用吹南的开水抹采工的。地质镇铁路工出车过双节推动的土地工，那种铁下杂笔做得好，工大爷拿下经济的方式，安尼新皮太排就唔会有按太爷排水的压力嘞。可能伫遮唔免去挖自洪池，这边开什么钱，遐开大钱，过来
效益无解决啦，这边赶快淹啊！啊，将来分摊开，伊都免饮水，唔免去挖自洪池，唔免去为着一冬三五天的饮水，啊，土地就拢挖落做窟啦。今年的六月呢，杨清良讲到甘义县政府同五湖桥下来做，恢复百年前文物公众牌引水涵过排水的功能，来改善新陂排水涵过河坝做太水的问题。这个旧河道直接是从机场过嘉义市嘉义那边过来的，那因为台南征收了土地以后，那早期还是靠这个灌溉，那后来有做深井侵占啊，所以就灌溉就不用到这一条。那久而久之近百年，就是台铁头壳都没有用，所以就是说服县政府跟五合局帮忙协助做个实验呐。好，那边的实验扩大，底下做规条 1.7 公里，把这个整个恢复状态原来的状态，它这里就可以留下太多的水了。迄阵一个实验作业上，在空太多松节的假照片，韩国贵的新陂太排。杨清良乐观的培训讲，安尼唔但将做得积极，劳工出差不太水的问题，规条河坝顺吞多的水嘛唔会一下的就流到河坝肚去，安尼排水的压力就唔会安泰。因为我现在发现，要做大面积的种植，确实在土地取得上面确实遭到很大的困难，包括我们的行政程序，可能一做就要做三五年以上，那变成缓不济急的。如果这方面可以来，如杨理事长这个理念可以来继续来推的话，我倒是觉得很可行。对杨清良拿下建制的想法，甘义县政府清英土同年采做薄排水的想法，改做先做侧缝池，先将水囤放来装排水，安尼水就唔会一下的扑过河坝。这种雨是太极端了，我就算把户外优先做，它还是会淹，所以我希望说，先由土地来 保留这些水，先把这些水存起来，不让它淹出来。所以在去年就跟署里提出来五个自洪池，好，一组两个，河抱一个，然后溪前排水系统有两个，总共提出五个出来，优先来试做。但是五个都卡到台糖用地都卡住了，不然如果这一次，他去年八月那时候有同意我们开始做，先让我们先一同先挖的话。像这一次可以发挥很大的效果，它总共有37万吨的水嘞。做得先吨37万吨的水呀、啊，也摆在东沙，不太水就唔会安严重诶。水利处长林国发随心讲了讲，唔过我推动统一无按改，抢做得改变方式。哦，这是水利处长他最新提出来的观念。像有些农民他种水稻，那一年可能评估才可能40-50万吧，那也许我可以请你把你的土地降挖一米，你还是可以去耕作嘛。但是大雨来的时候，你这边变成一个蓄园区，好，一块是很小，但是很多很多块，那集合起来的面积就很大，它就可以蓄积很多很多洪水了。我给你承诺啊，这些钱事实上比起我们做去征收很大的土地来做自洪池，变成说公私合作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方式。此水达铺如果咬眼的多，每个单位做得推荐你们，所以有的地方卡多，直接影响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万一上过后三天又有伫个手台内，民众皮就会感觉很难。杨清良讲，为减少太水带来的灾害，就做唔得这个用过去年轻初辈养的吃水的方式，为顺着水来做，从此对水友善的水环境，同水和平的向下生活。